东区走廊近北角码头的桥底，有一座已停止运作多年的海水抽水站将会被拆卸。将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拆卸，不一定会制造废料和污染环境，只要有创意，其实是可以变为一项环保工程。在我旁边这个是北角海水抽水站，是建于1965年，它是为当时的北角、鲗鱼涌和北角半山一带的居民提供冲厕用的海水。由于当年北角海旁一带已经有很多建筑物，所以北角海水抽水站建于海中间，靠一条桥来连接抽水站和北角海旁。输水用的喉管就沿着桥底连接到陆上的供水网络。随着人口增加，供水需求越来越大，水务处于1980年代在鲗鱼涌新填海区找到地方兴建新的海水抽水站，联同北角海水抽水站一起供应冲厕水给北角和鲗鱼涌一带的市民。去到1980年代，政府在北角海旁兴建东区走廊，由于我们的泵房当时仍然是使用的，所以最终东区走廊就建成为在横跨了我们泵房上面。现在的泵房的最高的位置，距离东区走廊的桥底是不够4米的，我们的泵房的边距离其中一个东区走廊的桥底最少是不够1米的。这座北角海水抽水站服务了近30年之后，抽水站的设备已经老化，水务处最终决定将鲗鱼涌海水抽水站扩建，扩建后的供水量比北角海水抽水站多4倍。而北角海水抽水站亦在1994年停止运作，抽水站内的设备亦被拆除。由于当时仍然有条桥连接北角海旁及抽水站，所以有些市民偷偷地利用这条桥跑到抽水站钓鱼。水务处于是在1996年将这条桥和喉管一并拆卸，以防止发生意外。由于现场环境特殊，利用传统方式拆卸这座石屎建造的北角海水抽水站，于施工期间可能对东区走廊的桥墩构成潜在影响，亦会污染环境，所以水务处多年来都未能够将抽水站拆卸。不过水务处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一个有效而安全的施工方案来拆卸抽水站。经过多番努力，水务处香港及离岛区的同事终于在2006年研究出一个极具创意而且对保护环境有很大贡献的计划。这个设计精密的计划是将整座抽水站搬迁到另一处海床作永久安置，让抽水站变成人工鱼礁，对香港的海洋生态亦有帮助。这个迁移计划是水务处和渔农自然护理处共同努力下的成果。只要将抽水站内的污染物例如油渍和胶喉清除，再在墙壁上加设多个钻孔以加强海水的流动，抽水站放到海底后就会成为十分理想的人工鱼礁。执行这项大型海上迁移计划，水务处需要作出万无一失的周详安排，每一项行动都经过深思熟虑，亦需要同承建商详细研究各个工序的风险。将整座重达960吨的抽水站迁移，需要动用2个500吨浮力的钢制充气式浮筒及一艘装置了大型吊重机的平底工作驳船和2艘拖船。驳船上的吊重机要能够吊起100至250吨的重量。除了水务处的维修承建商和本地的分判商参与工程之外，还得到国家交通部广州打捞局为主要施工单位，整项迁移任务终于可以顺利展开。抽水站由深入海床的石屎桩柱承托，由于重量偏重于西面，所以在进行切断石屎桩柱之前，要先行拆卸抽水站西面的部分建筑物。
令重心集中在中央，以便抽水站在浮筒支撑下可以四平八稳地浮起。拆除抽水站西面上盖的时候，需要安装一些预防碎石跌落海中的保护围网。展开上浮工程前，需要做一些事前准备功夫。首先要清理抽水站附近海床范围的碎石杂物，令抽水站附近有足够的水深，可以被浮筒拖到抽水站旁边。移动抽水站之前，还要用车胎和橡胶气囊将附近的桥墩包护起来，以免桥墩受到意外碰撞而损坏。要移动抽水站，我们需要利用钻石界链将插入海床的石屎桩柱全部锯断。北角抽水站底部一共有36条桩柱，将这些石屎桩柱全部锯断大约需要10日时间。当石屎桩柱锯断之后，只是剩下在海床的桩柱头。两个500吨浮力的浮筒由巨型钢缆经抽水站底部一前一后将抽水站夹紧。整个主体稳定后，最后的石屎桩柱切割功夫就可以进行。而整座抽水站可以在浮筒的承托下浮于水面，再由工作驳船按预定路线慢慢移动，拖离东区走廊桥底。等第二日拖到目的地西贡外牛尾海人工鱼礁投放区，按照预定位置将抽水站沉落海底。为确保搬迁过程能够在不影响东区走廊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水务处邀请了路政处派人前来视察，确保现场一切措施达到安全标准才展开搬迁工作。搬迁过程选择在1月底2月初西贡外牛尾海较为风平浪静的时候进行。整个北角抽水站搬迁过程最关键时刻是2007年1月31日，那日的潮涨高度符合工程的要求。如果不能够配合这个潮涨日子，抽水站就无法有足够深度的海水可以浮起，亦都无法可以在海面移动。筹备了半年的北角海水抽水站搬迁计划已经到了最重要的时刻。水务处举行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抽水站启航仪式。我非常高兴能够出席和见证到水务处这个富创意的工程项目，和为这个免开心面的启航仪式助礼。我们希望透过这项的工程能够刺激本地的建造业界在各项工程上多花心思，令到香港的工程能够做到既经济又环保的双赢结果。经过简短的启航仪式之后，大型工作驳船南天柱就用多条巨型钢缆将抽水站慢慢拖移离开东区走廊桥墩内的水域。经过半小时的拖移，整个抽水站泊在驳船南天柱的旁边，等候第二日晨早启航迁移往目的地。
水站被拖移到目的地西贡海域的时候，已经接近黄昏。原定在2月2日上午将抽水站沉放在海底，由于风势转强，并预计到时海面的风浪会很大，所以工程人员决定改为漏夜将抽水站沉放在海底。工作人员将浮桶灌水，让浮桶连同抽水站慢慢一起沉落海底，并利用卫星定位仪准确地将抽水站安放在海底预定的位置，然后由潜水人员将浮桶移走。虽然在夜间进行工程比较困难，由于事前准备充足，整个过程最终能够顺利完成。整个北角抽水站迁移项目咧，系一个环保行动嚟噶。由水务处、渔护处同埋工程顾问公司咧，精密安排而顺利完成。今日抽水站终于有美好嘅归宿，相信喺不久嘅将来，这个抽水站会连同其他嘅人工鱼礁，为本港嘅海洋生态作出贡献。